嗨，埃德加，这么晚了，你在外面做什么呢？你睡不着，所以决定出来走走。嗨，怎么了？树林里有诡异的光芒。我什么也没看见啊。哇，看到了，那是什么？我们应该赶紧请巡逻队过来，看看他们能不能搞清楚这是什么情况。各位，不好意思把你们吵醒了，不过我们遇到了一个难解之谜。埃德加在树林里看到了诡异的光，你们可以去看看吗？嘿，等等，你们是不是应该把赫克托也叫醒啊？赫克托，快醒醒，你想不想来和大家一起解谜呀？嗨，埃德加，你能告诉大家你是在哪里看到那束神秘的光的吗？在树林里看到的。各位，你们觉得呢？你们要不要去巡视一下？弗兰克，怎么了？这里太暗了，你看不清树林里的情况。哎呀，我们要怎么办呢？你可以打开探照灯，让我们看清树林里的情况。很好，赫克托，你这个点子不错。我们进去吧。马特，怎么了？你看见那道诡异的光了吗？在那儿呢，光还在移动。好的，埃德加，我们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吧。糟糕，我们要怎么过去呢？没错，弗兰克，你力气不是很大吗？你能把这扇门推开吗？好的，大家往后退。弗兰克干得漂亮。爸爸，我们走吧。应该不远了，在那儿呢。老金龟，安博，你们在这儿做什么呢？这大晚上的。安博，你要给老金龟送点特效药吗？马特想问他为什么不直接在医院把药吃了。你觉得很丢脸，你不想让朋友们知道你年纪大了啊。老金龟，说什么瞎话呢？你的朋友们不会因此嘲笑你的。
埃德加没事，大家都很容易犯这个错误。耶，嘿嘿，阿拉巴哈哈呢？老金龟，来吧，我们回家睡觉吧。啊哈！巡逻队干得漂亮。哎，下次见。啊。巡逻车。Susie 和 Jeremy 在那里，他们看起来很兴奋。哦，他们要去游乐场。怎么了，朋友们？哦，不，有人破坏了游乐场。我想你只能换一天来玩了。现在我认为马特需要知道这里的情况，让我们去警察局吧。哇哦，一次一个人，兄弟们。太棒了，马特和弗兰克都在处理这个案子了。好主意，朋友们，大家分开来，这样就会有更多的机会找到破坏者。那是什么？也许是破坏者。哦，只是弗兰克，那些破坏者一定藏起来了。你认为他们会在晚上出来？让我们祈祷马特和弗兰克在行动中抓住这些破坏者。哦，操场上没有人，你还得继续找，伙计们。听起来像从工地里传来的噪音，但是工地的门已经关闭了。真棒的想法，用你那个相机，你能越过围栏看到里面的情况。嘘，慢慢的，慢慢的。就是那些破坏者，他们又开始干坏事了。好好好，如果不是泰勒泰克和他的朋友，看起来你俩会在监狱里度过今晚了。老伙计马特和弗兰克真棒，他们整晚都守在那里，确保那些顽皮的孩子没法逃走。你们被释放前需要完成一些工作。是时候让你们整理这个游乐场了，毕竟是你们把这一切搞得乱糟糟的。
哦，因为一切整理好了，所以你现在就想玩了？嗯？看起来像 Susie 和 Jeremy 也是。马特是对的，你已经玩够了，现在让别人玩吧。很高兴看到游乐场恢复正常，该让这些淘气的孩子们回家了，希望他们从中得到了教训。侦探工作干得好，朋友们，汽车城现在又安全整洁了，这些全要感谢你们。巡逻车，嘿，弗拉维，你运的东西可真重啊！你确定可以安全过桥吗？它可能不够坚固哦，弗拉维。啊哦！看起来这个负重对这座桥来说太大了，现在弗拉维被卡住了，我们最好找马特和弗兰克来帮忙。嘿，伙计们，我们需要你们到大桥来，大桥在负重的平板卡车弗拉维试图通过它的时候垮塌了，现在它被卡住了，起重机查理也没法过桥了。别担心，弗拉维，马特和弗兰克到这里了，看起来他们有救援计划了。不用太久，你就会安全了，弗拉维。哦，天哪，看上去弗拉维对于马特和弗兰克来说太重了。你有办法了，弗兰克。当然，你需要把弗拉维身上的一些重的东西先移开，然后再试着把它拉下断桥。但是怎么做呢？好办法。你能做到吗，查理？慢慢来。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这样应该会让马特和弗兰克更容易地把弗拉维从断桥上拖下来了。你做到了，你拯救了弗拉维，但查理还卡着呢。等一下，也许你可以用弗拉维运的材料来建造一座新桥。
查理，你觉得你能做到吗？等一下，查理，你需要先把砖块放好。没错，先把砖块放到位。现在该把金属板放在砖块上了。做得好，查理，你建造了一座新桥。非常好的团队合作，大家现在又都安全了。而且我们在旧桥修好前还有一架新桥用。下次见。巡逻车，泰本，你看上去很快活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本，小心。哦不，本，你还好吗？待在这里，等我叫巡逻车来。马特在这里，让我们打电话给他。马特，马特，等等，本需要你的帮助，他卡在桥上了。马特，你在做什么？桥在右边。哦，你来找弗兰克寻求帮助，好办法。不用担心，本，马特和弗兰克会立刻把你从这个破洞里弄出来。看起来似乎路被岩石堵住了。哦，真棒的主意，让我们叫上推土机比利，他会帮我们清除一条路来。比利，马特和弗兰克需要你的帮助，去拯救拖拉机本，一起来吧。好了，比利，让我们把路障清除掉。
干得好，比利，非常感谢。好啦，朋友们，我们走吧。这是一个好主意，马特，但看起来本对你来说太重了。你在做什么，弗兰克？要小心别撞到本了。哦，这主意太棒了，弗兰克。来吧，马特，来吧，弗兰克，你们就快做到了。耶、yeah, 大伙儿干得太棒了。本，下一次你要看清楚你走的路哦。